在那边让他们试了，还有时候多做几种让他们挑的，适合他们口味的餐就放在菜单里面，就下一年再用。那多久会换一次菜单？三个月，有的航班是三个月，有的航班是一个月换一次了。OK。一般他准备试餐都是准备一年的，到了下年就按照菜单用了。那明年流行什么？就是像你刚才说的，就是流行他们都是健康的走路啊，路像，好像饭呢，他们都喜欢用那个 green rice 或者那个 quinoa， 就是藜麦的做饭的。